共享。他这个囡仔不悠悠，不是悠悠，你两个人，这阵你什么代志拢知？阿爸，你报了，阿你爱变做小羊，我嘛在跟你哄胎啊！赶快叫小羊赶快，你们爱啥不啥，你只能跟我讲，我让我当火教练过，好不好？拜拜。这人来这要创啥？在看我死的外形，上个欢喜的人就是你咯。你是为人死的，安怎我嘛叫你老爸叫迄人久？这个人生的生生囝，你都不认我。你这么来吃，巧克力做小饼，好。三宝，这个不管你我都还要接受。同爱当初是一念之差，从恁两个囡仔来交换，你做少爷做二十年啊，难免你今嘛听着我你老爸死路子，你让我都接受，这也不讲较好。你嘛是你亲老爸，亲老爸又是安怎？我无孝是无路用老爸。不想叫我死了不来，我本来都喊上顶，我本想亲生老爸，亲爹爹。你就是去我当作我是罗西阿金，是同爱。就算讲大事是事实，为什么你袂讲？我小爷子困死啊！你即摆叫我到对面坐下，听我讲，好听好难，我都会要笑我，我就是罗西阿金，好我叫袂出门。这种的日子我想不到死，你是念经啦，就是你要打死这个公仔，你都为我好，你都不应该讲，你都要让我做计算，你不需要跟我打我，你好我的头，就是我的困境，你要跟我我是困，我是小人，你问你，我这个天庭想把他们带吧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真是老怀疑，真老怀疑，知道吗？我听不懂，我不要你安慰。俺之前，我怎样讲？你有人，你这恶狗啊，你每天都可以欺负我，我心疼不甘愿。